挖掘者僵尸挖不走的七个植物，你确定知道？第七名，幽灵辣椒。众所周知，幽灵辣椒没有实体，物理系的僵尸都拿它没有办法，物理建筑系的挖掘者僵尸也不例外。哦，第六名，暗影豌豆。众所周知，当有僵尸靠近时，暗影射手会进入潜伏状态。下来吧。第五名，油橄榄。挖掘者僵尸对付不了潜伏状态的暗影豌豆，那他能对付同样形态的油橄榄吗？第四名，全息坚果。使用大招后的全息坚果变强不止一个档次，挖掘者僵尸挖不走，渔夫僵尸钓不走。顶住！第三名，安果。当僵尸靠近时，安果会变成泡泡糖缠住僵尸，完全不会给挖掘者僵尸挖的机会。第二名，逃脱树根。可以看到挖掘者僵尸的动作是咬，并没有挖掘的动作。第一名，岩浆番石榴。当僵尸靠近时，岩浆番石榴喷射岩浆，对周围的僵尸造成伤害，在它所在的格子产生一个岩浆坑。还有哪些植物挖掘者僵尸无法挖走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